真心为您把关 ，SUM 里程保证，我承诺。大家好，我是 SUM 永通汽车赖翠芬，大家都叫我燕乳姑姑。那我今天来跟大家介绍这台是2015年的 Lexus 的 RX270，这台都在原厂保养哦，有通过 ES 认证哦，赞！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台 Lexus 的，它的前面有前驻车雷达，那它这边是鱼眼的 HID 头灯。这个是晚上的时候是很亮的哦。那这个轮胎的话，它最好它就是它有九成新的，看一下，这个是横滨的轮胎哦。这边有一个钻带的电动折叠后视镜，哦，这台车的完整性都很好。那它这个后面的话，哈，它有安全性也够，它有四个倒车雷达。那这个的话，它有一个电动尾门。Lexus 的他们的里面的空间都是很大的，你可以看一下。这台车的完整性，很漂亮的一台车子。OK， 这个有电动的座椅，那它这边的话，它有三组的记忆座椅，很方便。然后这边的话，它这个有那个胎压侦测器，我们是那个音响的控制大小声。那这边有定速。这个是它的卫星导航的萤幕，啊，那这边的话我们还有倒车显影，那这台的话它是手自排的哈，所以你的驾控性的话会更好。这有恒温的空调，我们的里程保证在这边。来，这里还有全景的天窗在这边，很方便哦。我们看一下，我们这里有一个后座的空调，那坐在后面的人他不会因为空间的大小有没有？它后面的话就是会比较闷，这边的话就很舒服很凉。那我们这个椅子的话，它这个有六式的分离，所以很方便。你看像我这么娇小的女孩子，我来驾驭这台 Lexus 还是一样绰绰有余。那假日我要载小孩，后面的空间是很大的，所以说里面坐起来是舒适是很好的。2015年的 RX270 啊，你知影即摆行情爱偌济无？啊，我都80到90万，但是阮的永通汽车，阮的网路价干那78000尔，有俗哦，期待买，赞。实在就是 SUM。